着19号黄杰，黄杰右路的突破颇具威胁，在去年中队获得亚青赛冠军时，黄杰的表现非常出色。是一个边路起球，对方顶出来，外围中队碰了一下，然后邓卓翔上来外脚背，上来球进了，进了，1-0，邓卓翔外脚背打出一个漂亮绝妙的弧线。秘鲁的守门员放球惊叹，他没有做出反应，比分变成了1-0，中国队领先。进球的是左边后卫16号邓卓翔。现在我们并不清楚球在路线上有没有反弹，邓卓翔外脚背打出一个绝妙的弧线，对方门将坎瑟里亚诺斯目瞪口呆，这是一个绝妙的射门，线路上并没有人碰到，这是一个绝妙的弧线。来自武汉的16号邓卓翔用自己左脚外脚背打进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比分变成了1-0，中国队现在领先于东道主秘鲁队。邓卓翔，哟吼，注意啊！是让我们很诧异的一个结果，邓卓翔刚刚在右路是连过了咱们的两个队员啊。再看一下，朝阳好球，右边龙浩啊，邓卓翔，这是邓卓翔，哎，打门自己打，好球，进了，哎呦，这球漂亮，这个球进了，哇，邓卓翔也进了，这个球邓卓翔都以为这球可能要分给队友，要传中，对，他选择了射门，哇，邓卓翔再进一球，今天这比赛打得圆满了哈。邓卓翔也是好久没进球了，对啊，他第二循环也没有进球，第二循环他助攻比较多啊，这个假动作，哎呦漂亮，打这球呢是左脚向内先扣一步，然后用脚背外侧把球再向外一拉，左脚打了一个后。反击的机会，自己往前走，自己向前走，徐波，好的，还是徐波，再传过来，好的，邓卓翔，过人，再过一个，打了，啊，漂亮，3-0，漂亮，3-0，邓卓翔和徐波长途配合之后，
在禁区前沿是连过对方三人。今天是李银赛的耻辱日啊！嗯，从自己的禁区前一串带到前场，就两个人打对手四个人，就徐波禁区前沿裁判没吹犯规。嗯，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先往边路走一走，缓一缓，然后马上两个人再做一个二过一的配合，真漂亮！过第一个，过第二个，起脚射门漂亮，送了一个远角，邓卓翔。去年中超联赛涌现出来的年轻的新星，而且是兜了一个弧线球，打了一个圆球。对啊，因为李云赛呢，毕竟是现在不但年纪大，而且呢体重大了，是已经在空中飞不起来了。对，而且邓卓翔面临最后这样临门一脚的时候，头脑很冷静，用自己的推射推一个斜后脚。来，趁机然后先那注意球员不丢球，是不要慌，哎，敢于带球，摆动动作，哎，造成了法国队犯规，这就对了。那今天刘健、崔鹏，包括邓卓翔，表现都很好。曲波呢是在防守当中承担了更多的这个责任。这个踢啊，位置也不错，看谁来主罚。这脚球距离球门还是比较远的。刚才有荣浩来罚了。哎，这罚是不是先停下来上来，要换的这意思啊？邓卓翔，要换等等，说罚完这个球再说。哎。哎呦，这脚球进了，中国队进球了。再回想到邓卓翔啊，刚才做出的这个手势，不换人就对了，这就真对了。就是惊喜是吧？把他换去，可能这球也打不出这么漂亮了。这对于很多深夜看球的球迷来讲，绝对是意外的惊喜啊！对啊，谁都有可能没有想到中国队会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攻破法国队的球门，甚至有很多的人在预测的时候都是中国队会大败而归。但恰恰今天中国队的表现，让人吃了一惊啊！再来看一下啊，邓卓翔这脚球罚的。于果烈里啊，率先应该是交出了，哎，你看慢动作，慢镜头回放的就是刚才邓卓翔，马上就要被中东队的犯规。啊，这是他们的后防队员尼诺身后对对方的一个犯规，放倒了米加。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出现太多的伤号。嗯，还是交给邓卓翔。在中国对阵法国的世界杯之前热身赛当中，邓卓翔打入了一记非常精彩的落叶球，也帮助中国队爆冷1-0，力克法国队。我们看这个任意球邓卓翔怎么样。邓卓翔射门，球进了，球进了，38分钟刚过，邓卓翔的落叶球，是又一次复制了啊！没错，这是山东鲁能的皮尔洛，打得太漂亮了。这是一个标准的落叶球，球在空中几乎不转，到了门前急速下坠。对方的门将刘军对于这个球也确实无可奈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在空中几乎不转，到了门前突然下滑。替补门将刘军对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也稍微有些问题，站位略微靠前，但是球打入了一个理论上的死角，擦着横梁进去的，也确实没办法。